日前，刘涛夫妇将加盟一档综艺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，两人以老板、老板娘的身份和飞行嘉宾共同经营客栈。谈及首次参加综艺，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节目时，王珂称：“我需要这个20天，单独和我的老婆相处。”让网友纷纷表示，在吃了一口狗粮的同时，也察觉到了他们聚少离多的一丝丝心酸。作为演员，多年忙碌，很少有团聚的日子，可以在一起的20天显得尤为珍贵。经常在网络上互送爱意的刘涛王珂夫妇，此次连续20天在一起的生活，网友表示已经准备好了接大批狗粮的姿势。而鲜少在镜头中出现的王珂，此次的表现也令人充满期待。